我是高雄佛光童军团，我今天我是童怡香，今年6岁，我今天带来实修课，一修然我不计较，二修彼此不比较，三修处事有礼貌，四修见人要微笑，五修吃亏不要紧，六修待人要厚道，七修心内无烦恼，八修口中多说好，九修所教皆君子，十修大家佛成佛道，若是人人人实修佛，佛净土乐逍遥，人人行善好，世界更美好。谢谢大家。